现在呢，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奥地利原产扣头是不是这么厉害啊？我们钓的，周先生你是多少斤啊？185斤。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呢，再来看一下这个扣具，然后呢，我们上面啊用了一个电机啊，会呀 ，OK。那这个是遥控器啊，那我们准备好没有 ？OK。好，等一下对焦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走你。再高一点点 ，OK， 离地，看看这个 ，OK。